我非常的高兴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当然我也很荣幸看到我的学生何文正，好不好？我今天讲，如果在这边说他是，我是他的老师，他真的不敢讲话，所以我今天特别要告诉他，除了吃饭之外，就把口罩戴好，因为他一开口，说不定谁能够才是悬以争锋，我真的不敢把握，好不好？所以看在老师的份上，等老师讲完话，有话再说。而且呢，我也很。也跟大家讲啊，彭文正他一路走来啊，始终如一，他是唯一在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中常会报告完之后呢，宣称他还是支持台湾独立，没有任何人给他反弹的，所以真的很了不起，给他个掌声吧。非常优秀的一个啊，现在他现在连马英九总统哦都不断在关注他，把蔡英文总统的论文追到什么程度啊？不过相较于他，我真的必须要说，本党的很多的从政人物没有办法像他这么样的 persistence 的。我想这是他始终走来，在国民党的场子还可以获得这么大掌声的缘故，好不好？好，谢谢。然后呢，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也很高兴看到非常多熟悉的朋友啊。然后呢，我是政大毕业的，所以我政大的学长姐们。然后呢，我在淡江教了20年，我也看到我淡江的校友们。然后呢，我是屏东长大的，我是屏东人，我是讲台语，但是我国语讲到这么好，是安怎？是因为我小孩到大孩，我是在眷村里面混的，所以呢，我常常在空军子弟的地方做的，所以我国语讲的非常的标准，我看到很多我屏东的空军子弟。本人代表中国国民党有这么多的我们的党员同志，还有我老公也在这边，虽然也算华侨，所以有很多华侨的这个部分，所以各位今天全部涵盖在内的，非常感谢各位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很高兴看到大家。然后呢，刚刚王维大哥介绍我很多，的确了，那个我基本上面呢，我主持第一个节目拿到电视金钟奖，我写的第一本书拿到金鼎奖，我人生只缺了一个叫金马奖，好不好？所以呢，哪一天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回去写剧本，说不定还可以拿到一个。对于金曲奖，我当然是没有办法了，因为歌喉就是歌喉不好才开始讲话，所以千万不要叫我讲唱歌。然后呢，今天呢来到这个地方呢，吃饭的场合，所以呢我们就轻松一点。我也认为每一个人看到我，愿意跟我照相，一定是在媒体当中看到我，所以你们跟我一样都非常关切台湾的时事。所以呢，有关于台湾的时事呢，我很快的带过。我今天反而是给大家看到一个本党国民党一些比较是内部的民调，这反而是让很多人比较没有看到的。总来这个地方要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说实在的，每个人都说吃饭可能会不方便，其实没有关系，大家都是一起，所以呢，你可以吃饭，你可以把耳朵打开，听我来跟大家做一些的分享啊。那我就很快的时间来看一下。我好像不能站在这个地方，因为我好像必须对着这个，这是怎样？等我一下啊。OK， 好。因为这边才有一个聚焦点啊，我想我很快的时间啊，这里面就是我们目前台湾在2021年当中啊，如果常常关切时事的话，我想疫苗、政党、还有公投、还有地方选举，你知道学心理学人都知道，大家对人的兴趣呢，远比对事的兴趣来的重要啊。所以每个人问到我的时候，其实对于台湾目前发生什么事，其实关切度没有那么高，对于人关切度比较大，包括2022。到底比较重要的双北谁会独领风骚，再往后面一点，2024到底谁可以入主总统府，关切人比事还要多啊。所以这边我们尽量给大家一个稍微的一个预测。那我想说在这个疫苗的部分，很惊讶，我今天到美国来我都要非常的低调，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让大家有相对的剥夺感，因为每个人知道你到美国来就觉得你可以很自由的选择你的这个疫苗，然后到处都可以。什么时候人会产生这种不平衡的心态，就是你有我没有，就会是如此。就像台湾的疫苗一样，各位，打疫苗是一种人权，没有错吧，在场每一个人，但在台湾被操作成打疫苗是一种特权，是一个人权的事情变成一种特权，那就会是台湾目前很多社会里面的一个缩影，疫苗就看得出来。所以呢，你看台湾去年，当我们非常骄傲的时候，去年当我们每个人看到美国的人回来，大家都非常的自豪，说美国算什么？你看台湾安全都回来，这是去年的事情。到今年3月以前也都还是如此，可是到了5、6月的时候呢，
为什么我们到美国来都要偷偷摸摸的，我们不敢讲太大声，因为我们知道一讲太大声马上就会被国内批判。那今天为什么七月的时候可以站在这个地方，因为目前为止很多人都可以排队有一个预期状况，有机会打到疫苗。当你的剥夺感稍微降低的时候呢，你告诉他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被批判的就会比较少，这是一个人性上面的一个转折啊。那我想这个就是很清楚的看得到大家。那台湾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台湾的地理位置，赵少康以前说台湾蛮幸运的，被批得一塌糊涂，但是呢说实在的，你再放眼过去，他讲的很有道理，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海岛嘛，你只要把路径封起来，对不对，稍微做一些更大的一个锁国，边境把它封好，其实我们比任何人，比美国更有机会守住这个疫情。再加上我们的口罩，台湾不要说，像我来说的话，我长期戴口罩，因为不管是空污还是辨识度，所以戴口罩对很多台湾人来说是一个日常。因为是一个日常，所以我们的小儿科还有我们的那个耳鼻喉科最近生意都很差，因为戴了口罩就不会生病，真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耳鼻喉科医生叫苦连天，从疫情来他们的损失是最大，第一个就是耳鼻喉科，第二个是哪一个，牙医嘛，因为牙医的感染度都会比较高嘛，哦，所以说呢口罩等等之类。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当全世界一片疫情不得了的时候，台湾竟然都有很多例，不断的加零归零，什么什么马什么什么治零，可是呢嘉玲已经嫁人了，嘉玲不会再回来了， right? 林已经不可能再回来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在那个年代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陈时中，你看他几乎是所有的民调蓝绿都一样，稳占九成以上。那个时候呢谁敢逆时中，陈时中是所有的表征，所以呢他不管是拍 GQ， 不管是坐上台去唱歌，穿着花衬衫到各地去，万人空洞，万人轰动，就诚如两年前的韩国瑜一样，就会是这样子。台湾是一个非常崇拜英雄的一个地方，因为你有太多东西你需要投射，投射事情很难，就投射到人吧，就他们 focus 在一个人的身上，这是台湾跟其他国家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看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人，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他可以讲非常多的经典，比如说我们可以靠气质哎，等等之类，这个谁可以帮我按一下 ？Hello， 为什么有个 OK？ 这个把它按掉。I don't know， 好，不管。总而言之，里面呢就有非常多的。哦，好，谢谢。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台湾守得好的时候呢，其实不管民进党的任何人讲什么话，举例很最经典的就是2月26。当我们在问他说台湾世界各国都在抢疫苗的时候呢，台湾如何，陈时中他特别讲到说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这是在2月26，距离现在没有太久。可是呢你会看看一路走下来到5月13号的时候，他接受早报的时候，他会认为全台湾能够帮忙建立全球的卫生体系等等之类的。即使到6月28号守得很好的我们屏东的县长，当他有这个 Delta 的病毒进来，第一个 Delta 病毒是出现在我们屏东，他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抗体就是政治，讲这些话的时候呢，台湾有气质，台湾有政治，靠这些可以有抗体，其实他还是可以虏获大部分人的民心，因为台湾在那个阶段当中其实大家那个知觉还没有觉得那么样子一个危险。可是呢曾几何时，你看很快的时间，其实过去的时候呢，因为我长期上政论节目，过去呢即使民进党政府守得很好的时候呢，所有的公卫专家都告诉大家广筛隔离疫苗这三个是解决所有疫情的最大的一个准则。可是那个时候呢，当侯友宜喊出来应该在入境的时候来做一个广筛的时候，他的下场就是被骂得一塌糊涂。可是现在讲了差不多10个月之后，现在机场，我现在回去我还不能住家里，我现在回去我还住防疫旅馆，我还要做好几次的 PCR， 那这些都是在10个月之前蓝营的县市政府讲出来的，现在是一样。可是他被得到的一个双标，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当全世界每个人都疯抢疫苗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就是做着。那我想很多人都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 Delta 的部分，我想美国目前虽然大家都打了两剂疫苗，可是面对 Delta 还是很多人要非常的谨慎来对待。而且所有的工位告诉大家，覆盖率是83%的时候呢，你才有办法得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疫情的控制。美国可以讲这些，因为你们在场每个人都打完两剂。台湾，我的同学，我们是属于第十类，王维说不应该讲我的年龄，但是呢，都猜得出来，我们就属于那种所谓的50岁到64岁吧，那是属于第十类，50到64岁第十类。我那些同学，政大的同学，每个人就讲说，睡了一个午觉，前面又多排了80万人在他前面。因为总有任何人突然讲一个小学幼稚园老师该打一下，大学联考的这些选务人员要打一下，只要是一开放，睡一个觉，100个人又在你前面，所以那个第十类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打到，那更不要说49岁以下，除非你有任何其他额外的等等特殊的部分，所以我们每一天大家都处在这个焦虑当中，所以呢，我躲在美国，我都不敢跟我的同学有任何的回应。因为我很清楚大家的想法，即使大家这么熟，还是那一句话，当别人可以有，你没有，那种心态是非常的不平衡。那你何必在那边跟人家炫说你打完了你的 BNT， 你还可以打 Moderna， 你还可以打 Johnson Johnson， 我们自找麻烦吗？就干脆就沉默躲在这个地方，好不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呢，你看我们要三剂的时候，台湾需要7050万剂。如果说我们要真的达到防疫，但是目前为止，经过非常多美国、日本，包括捷克，包括最近所给我们的这个欧洲波罗的海三小国给我们的，台湾目前的疫苗数大概是920万，大概是920万。但是呢，距离我们7050更是或是最基本的4500，还有很大的一段的距离，还有一段很大的一段距离。所以呢，我们可以综合来去说啊。我们综合来去说，这是彭博，国民党骂老半天，民进党不会管你的。可是呢，彭博过去非常推崇蔡政府的一个成绩，所以他当他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疫苗的到货延宕，我们的民间的协力，这个鸿海，我们这个台积电，包括我们的慈济等等之类的，你不要说现在开绿灯，我们有太多内部的人。因为身为在野党，还有过去长期执政，我们还是有很多民间友人，非常有 powerful 的民间友人，他们会告诉我们很多的内幕。民进党真的没有党吗？所以呢，我在我的脸书常告诉这些民进党的媒体朋友，话不要讲太满。等疫苗一到，这1500万剂疫苗一到，很多人会出来爆料。台积电或许不会讲，慈济或许不会讲，我们的郭大董，你可以让他不讲吗？疫苗一打，它会呈现事实，所以你现在讲的跟大家媒体都是一张嘴。鸿海是实际参与付钱的人，他有没有权利讲？他当然有，所以话都不要讲太满。9月底疫苗一到，什么事实大家都会知道啊、哦，所以不要把你唯有最后的那么一点点，还有人追寻你的公信力，不要破坏，就是闭嘴可能好一点啊、哦。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然后呢？我们这些不加码，每个人骂说国民党一天到晚只会跟中国大陆唱和，只会要一个 BNT 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反问他吗？跟我们关系最好的莫德纳应该是美国出产的吧，那为什么不加购莫德纳？没有任何的回应。我们现在认为说最有机会能够抗这个 Delta 病毒的就是 Novavax， 每个人都是买，一买就是1-2万亿剂，台湾一样200万。那台湾为什么有权利说要200万？为什么？因为台湾会告诉你，我们有国产的疫苗，好不好？我们有高端，我们有联雅，所以呢，我们要，这就是一个整个的环节，大家也知道吧？整个的环节放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是彭博所讲的，从优等生变成一个后多班的学生。那当然，这也是彭博社所提到的，完全是极度的傲慢，极度的傲慢，才要让台湾今天变成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这是最好的解方。阿公啊，阿公我讲诶，任何事情再把它推到中国大陆 ，BNT 疫苗没有办法顺利达到，就告诉他，因为中国大陆阻扰。任何事情，连从比利时第一个疫苗要飞过来，他都会告诉你，我们要绕过中共的航线，因为中共会如何如何。
各位，你在美国厂里，中国大陆为了你一个飞机，为了你那个200万寄不到的这个 AZ 疫苗，它会上空阻拦吗？可是我们还是有非常多人会相信，一切都是阿公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然后呢，岂知认知作战，任何事情我们有国安法，我们有所有的国安无法，因为我们被中共大举的势力把我们台湾洗脑，所以一定要防堵。然后呢，国民党唱衰台湾，国民党中共同路人。 BNT 我打的是 BNT， 因为它是目前认为是最好的疫苗。可是当国民党喊出我们为什么不买 BNT 的时候呢，他就会告诉你，你国民党只会买上海复兴代理的 BNT， 国民党就是中共同路人。可是呢，很可惜，这句话喊了这么久仍然有效，我们大家可以马上看得出来。所以这就是台湾目前为止，那这最后一个图形虽然很小，但是只能告诉大家，其实做出这个图形也是参考非常多鸿海或台积电的董事里面的一个内部的一个讯息的告诉你，没有党吗？真的是如此吗？其实里面我们这些事情等郭董9月底10月疫苗一落地，由他自己来跟各位报告，但是我只能很清楚的告诉大家，这中间有太多水太深。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当已经签订合约完之后呢，民进党政府第一个时间就在记者会里面开了一个大的记者会，告诉大家因为有政府的协助，所以民间可以购得。我要请问各位，购买疫苗是谁的责任？政府的责任。但是要变成政府要协助民间，然后呢，民间订到这些疫苗，而且每一个人500万剂等于49亿，两个大企业100亿，100亿出来，郭台铭还被所有的媒体还酸到不知道到什么程度当中，你说这个东西，然后还告诉大家，因为政府开绿灯，所以你才买得到疫苗。这个部分就像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疫苗了，可是他的疫苗慢慢进来，200万、300万，哇，让大家好高兴，要感谢美国，要感谢日本，这就是人的心理嘛。你本来应该给我1500万剂，你本来应该给我2000万剂，什么都没有。说我们在骂的时候，大家已经看破了，只有零的时候，突然今天200万剂，大大的感谢，500万剂，大大的感谢。各位，你知道这个数字的游戏吗？你已经把自己，这就像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忍不住岔开来。我一个好朋友，我一个室友，以前在念书的室友，他妈妈是心理学家，他爱玩得不得了，他学心理系。有一天他回来，完蛋了，他的心理学基础心理学被当掉 ，F fail 被当掉。我去洗澡，跟他跟妈妈打电话，我就听到他说：“妈妈，我今天被强暴的，被 rap。”然后就看到对方，我说他被强迫，我怎么不知道？后来就听到他妈妈都没有声音。后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他妈妈就一直在安慰他，宝贝，没有问题的，你需要什么协助，如何如何如何。他妈妈已经歇斯底里不断地安慰他，我那个室友才发现他祸闯大了。他说没有，妈妈，我只是告诉你我没有被强暴，我只是要告诉你，我不好意思告诉你，我得到一个 F， 我的基础心理学被当掉。他妈妈怎么反应？宝贝，没有关系，被当掉算什么，安全就好，如何如何，你只要是一切安全，一切都没问题。他本来是怎么样，他本来是被当掉给被骂，他讲了一个更差很差的状况，当他妈妈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糟糕的时候，反而来安慰他，考个 F 不算什么。母女之间果然是心理学的专家。各位，他现在是我们 UC Sisson 的一个心理学教授，我不要说他是谁，好不好？ OK，他可以把一个劣势，因为他的操作变成妈妈说没有关系，只要人安全就好，顺利解决一场危机，就跟这个一样啊。本来是零的，不断的告诉你50剂、200剂、300剂，慢慢的，我们现在都觉得哇，有疫苗来 ，OK， 就是在操作 ，OK， 这是部分。好了，那我最后只是在这个疫苗部分，我们只告诉你，鸿海、台积电很清楚告诉你35块。可是呢，你问起民进党政府，他告诉你这个是没有办法公开的，这是没有办法公开，这是机密。全世界我们都知道，美国莫德纳你们都是你们的8块多，你们买 BNT 19块，都可以在网络上公告。为什么到台湾就变成国家机密？更不要说你问到他，我们5月6月我们花了将近69亿的中心，可是我们的到货量只有100，那请问我们买的这37.4亿钱到哪里去？
你去问，他就会告诉你这是机密，这是机密。那在这个部分，你问我说为什么国民党这一党弄不到，那我必须承认，我们就是全部就是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能不断的追。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对本党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追出水落石出的方式，因为民进党在这一块里面他们守得真的非常的好啊。这个部分到底这些疫苗钱到底到哪里去，这是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了解的。好，最后我就再提到，因为是吃饭的场合，我知道大家很多汤，你们还会饿吗？不好意思 OK 吗？好，很好。来，我们来看看大家最有兴趣的政党的消长好不好。各位只跟大家讲几个数据就好。蔡英文这个字很小，我告诉大家，蔡英文的执政有两，因为我们必须要从过去的民调才害怕预判未来会是如何。他从上任开始，2016年上任开始，到我们目前为止，接触了两次的死亡交叉，这是长期的一个观察，两次的死亡交叉，这是来自 TVBS， 因为 TVBS 是长期的民调啊，死亡交叉。然后呢，你看这个 Simon 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应该来告诉我们以前 TVBS 的高层在这个地方，不会是有机构效应，因为 TVBS 的民调其实某种程度算是准，曾经算是准的。你看。他在上任的半年当中，的确是他的满意度跟不满意度，几乎从这个是满意啊，蓝色是满意，慢慢开始降下来，所以一路都是走得非常的低。各位有没有看到，在这最低的时候是什么？他在最低的时候，他的部分里面就是在九合一选举，2018年韩国瑜大胜，国民党拿下的15席的时候，是蔡英文满意度最低的。可是11月25号满意度最低。很快1月2号习近平发表习五点，蔡英文立即做反击，被称为辣台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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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到最高点，一夕之间2个月时间马上到这个地方。所以女孩子维持的高点到她选上，然后呢你看从她上任第二任开始到这个地方，这是什么地方？最后的地方已经在交叉点，就是高端，高端疫苗的时候连续4个跌停板，他出来喊话，出来喊话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死亡交叉，5月中的时候死亡的交叉，这是两大点啊。各位你会知道最高点的时候就是习近平，所以说每一次只要是选举之前，中共军机绕台，国民党就抓了一弹，好不好？我也不晓共军绕台为什么每次把账都算在国民党身上，他就算在我们身上，好不好？真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各位现在对国民党有非常多的不满，因为我们光谱太大了。各位学长学姐学弟学妹们，你到底要我们听哪一方？每一次你都说我们国民党打架也打不赢，丢猪也丢不好，可是我们有另外一层的人，国民党这么多技术官僚，你应该理性问政，你要抓取中间的选民。这边就说你抓中间选民，他们不会投你，你要保住基本盘，然后基本上就告诉你就要拼啊，你连一个彭文正都来不及，你怎么可以如何如何？那我们就要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光谱 ，OK？ 所以你看，那苏贞昌更不要讲了。苏贞昌，你们发现他最近声音很小，非常的小，因为他现在目前为止很清楚的知道，在反莱猪11月的反莱猪，去年10月的反莱猪的时候呢，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对行政院的政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政策上面的一个检验。这个地方也是，所以他目前为止整个声量已经往下降了啊。然后呢，最后我们来看，我真的要告诉大家，没人说国民党跟民进党，尤英龙的这个民意基金会告诉大家，民进党最近的政党基本票雪崩，国民党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这个东西只是很清楚告诉大家，各位，政党票2020国民党输了，韩国瑜500多万票，蔡英文817万票，即使国民党败了260万票，但对不起，看一看我们的政党票，国民党多少？33.36，民进党33.98，他们的不分区政党票都是13席不分区。我们即使输了260万票，但是政党票两者一样，这代表什么？基本盘就是这个地方。那我们基本盘都可以维持住，但是为什么选票260输得这么惨？
因为真正主导台湾的选民还是在于没有什么太大政党倾向的中间选民。以我个人选举而言，我长期上政论节目，跟民进党的很多的名嘴非常的好，所以呢，他们到我的对手对方去站台，他们都说柯真，我们更不用骂你，我们只要骂国民党票就有了，我干嘛骂你？我不用骂你个人，我只要骂民进党就好，就是这样子。一个不分区，我们都说不分区取的名单不好，让我们落败，但是你不要忘记哦。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可能表达很多个人在场的一个想法。你再讨厌国民党，很多时候呢，很多人讨厌国民党，可是呢，他还是会含泪投票。同样的，民进党也是，意思就是说，民进党执政的再烂，他的基本盘还是有的，一如马英九时代，只是很多人愿不愿意表达，愿不愿意表态而已。各位，你看，大家说民众党在这个时候是最大的胜利者，可是呢，你不要忘记，在我们六月我出国前的六月，他们的政党票11。跟他们去年得到的票是一样的，所以政党票目前为止，不管是做得再烂再好，20%-30%是稳定。我们要争取的就是那些中间的选民，因为那才是主导台湾未来选情最重要。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国民党的人，他们在第一线，特别是年轻的，特别是2022的很多的年轻的议员，他们会在这个选举的主张上面，你会觉得他们像小绿一样。因为中间选民，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想只是跟各位讲一下，我们的选政党票其实都是不管怎么变，国民党你不要忘记，在就是我们去年小英上任的时候，国民党只有12.2，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低点。可是，一路走过来，到今年六月的时候，已经从12变成19。民进党在去年小英上任之前，第一任上任是29，他现在也到20。可是从除了这两个很明显的趋势之外，这些都是几个议题当中17、18、20、21、17、19，其实两党的基本票源，我说的是政党的支持票啊，不是中间选票，其实差距不大。所以我相信在场你再讨厌你认为民进党执政的再好，你死也都不会投给他，因为你就是基本的蓝粉。那也当然有很多基本的绿粉，这些人都是很基本的，不管怎么样你都会给自己合理化的理由。但是呢，台湾选票是在于中间的选民啊，所以我还是要特别提出来。然后呢，四项公投很快走过，这是我们之前所做过的莱猪进口 75% 的，这也是在所有的小英跟这个苏贞昌他们的民调完全直线的下降，就是在于莱猪进口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疫情，我们828国民党从以前到现在都认为莱猪的这项公投一定会过关，一定会过关。那你说，我还是要强调，我们支持美猪进来，我们只是不支持有含莱克多巴胺的猪，对不对？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国民党绝对亲美，特别在美国的土地上，我一定要大声讲10倍，我们绝对亲美。国民党的高层除了吴敦义主席之外，每一个都是留美的，每个都是拿美国的奖学金的，怎么可能不亲美？然后只是现在被操作成好像是你只要把这个中国大陆稍微把它纳进来讨论一下，你就会变成你就是比较接近。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操作啊，就是一种操作。然后公投榜大选或者是核四，还有包括早教的部分里面，其实你所呈现出来的部分，如果这四项公投在828，然后没有疫情，这三项如果过关的话，就是对民进党的行政院一个最大的一个反指标，所以他一定会下台，因为这对他政策的一个人民的一个选项。可是呢，你永远会发现民进党的命都还蛮好的，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特别做过的民调，如果继续降到2级，你会不会出来投票？64%都还是认为他会出来投票，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很重要。但现在已经改到12月18号了，那这边有太多太多的变数了。最后呢，我利用最后5分钟的时间跟大家稍微简报一下哦。我们蓝营现在执政，本来15，韩国瑜的关系就要变成14，这些会续的。那目前为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2019、2020、2021，因为才走一半，所以你可以看出侯友宜过去郑文灿在2019的时候几乎独领风骚。他甚至被认为是未来最有机会代表民进党，
跟赖清德取得门票的，但是呢也是一夕之间，有关于华航的这个三加十一，大家知道吗？华航的这个整个我们最大的破口，从桃园开始，他的民调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听到他的声音。然后呢，侯友宜77，然后到目前为止看到比这个灰色的，比这个灰色，他几乎也还算是整个蓝营当中最大的一个希望者，最大的一个希望者。这是。不管是谁做民调，绿的做民调，蓝的做民调，我想侯友宜都是独领风骚，所以大家会非常的关切他，势必因为跟他，因为他对我们选举班关注非常的多、哦、他势必会代表国民党出任新北市的市长，而且他也很大的机会他会连任。他目前大家所关注的一定就是他连任完之后的一年会不会代表国民党出来竞选，那这个竞选会不会落入像韩国瑜一样，你对你的选民没有做到好的承诺，做好做满，这一定是最大的一个会被质疑的地方。那如果不是侯友宜的话，蓝营还有谁？绿营还有谁？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去观察啊。但是呢，你看目前为止以蓝营的民调来看，其实是侯友宜跟赖清德这两个人到目前为止。那柯文哲因为这次的疫情，他有太多发展的空间。而且他不断的炮打中央，每个人都说他几乎已经囊括了所有反绿的票，而且他的语言非常的直白，那他也的确为他加分非常的多啊、哦。这柯文哲又活过来了，他又活过来了，他真的过去是很低的，他现在又活过来了。说实在的，他的声量是目前台湾最大的，你即使可以怀疑他是负面声量比大于正面声量，但对不起，政治人物只要有声量都是好事，总比你被边缘化来的好很多，对不对？所以柯文哲他不足以撼动2024，他自己个人没有办法，因为民众党毕竟还是小党，但是他绝对可以搅乱一池春水，他成事不见有余，败事绝对可以啊，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变数。那朱立伦跟郑文灿过去是我们认为两个最有资格出来竞选的，那可能这是疫情的关系，声望是被有点被边缘化。那这个部分就是大家，我还很多人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谈论这个统独的问题啊？但是还是把长期的趋势来告诉大家，因为各位在海外跟台湾看的很难不一样，这也是可以解释为什么国民党目前为止常常在两岸政策当中会被大家所诟病啊。从1992，这是政大的民调中心啊，从1992到2020，你们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只告诉大家啊，认为是台湾人的绿色的。1992的时候呢，比率很低，大家看绿色这条曲线，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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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台湾人的，到2020达到最高点。过去大家认为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国人，这是粉红色这一条。过去几乎是大家认为我是两个都是，可是呢，随着整个国内政局的部分已经到这个地方了，然后我认为我是中国人的，向来。从以前1992的时候还有25%，慢慢慢慢已经，我已经看不到车尾头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从1992到2020这长期的一个观察。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是台湾现状，不管你同不同意，这是台湾选民的一个状态。你是蓝营，你要挪回执政权，你怎么可能不在你两岸上面的论述上面？在有原则的部分里面，你怎么可能不在你的论述上不是改变，而是把它讲得更明确一点？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图形啊，这个部分里面，只请给大家看一个。以前大家认为说，看这个黑色的这一块，维持现状再决定，就这一个维持现状再决定。1994年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我们先维持现状再决定。但是我只请告诉大家一个偏向独立的这块绿色的，过去基本上是排在这个地方，现在立场偏向独立的，各位已经到这个地方，2020，这是偏向，因为是长期从1992到2020，你要看这整个的趋势。然后告诉大家一个最有趣，大家最能够理解的，2020，我相信在场很多人为了投韩国瑜而回去，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连续两个礼拜。回去投韩国瑜两个礼拜，你看中正机场的入场人就好了，一天大概从美国回来的5万多，
而且比率很高，就是要投给韩国瑜，连续两个礼拜50,000多，每天50,000人，两个礼拜大概就是60,000左右。但是各位，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数字，那一年台湾的手投族第一次投票的年轻人多少人？187万。你即使有40,000-50,000人回来，他一下就是给你187万，187万90%跟各位保证，一定是投绿的。我去选举，我去排队，我跟我老公去排队投票。年轻人站在我面前，他不会认识我是谁，但是他一定投他，我的对手是谁他也不知道，但是他就会告诉你。然后我们的里长说，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年轻人，一辈子没有看过，只有那一天看过。他们就知道出来投什么，我要投小英，我要投民进党，我要投时代力量。我的对手站在旁边，过去他投给他，他也不认识他是谁，易主他也不认识我是谁，所以他们不 care， 他们只做一日选。为什么？因为年轻人觉得这是意义，这是意义，我保护台湾，我参与。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光是靠这个，你可以说他们肤浅，你可以说他们任何的理由，或者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认为台湾是他们的部分，但是这是我们的。我还是必须要强调一句话，在这边我上次跟王维大哥跟 Jennifer 我们去拜访我们侨社一些老侨，我看到孙中山先生在我们的这个总支部里面所留下的很多的墨宝，我就有一个感慨。然后我到了志工堂看到72个黄花岗烈士，那时候我就想，中国国民党当年是年轻人创建的，结果国民党在2021年的时候，距离年轻人竟然是这么的遥远，而且是被这么样的唾弃，这是一个何其讽刺的事情。我长期在大学教书，我的学生非常 admire 我，我说同学来，帮你们老师一下忙，可不可以？你们这么懂了这么多视觉媒体的设计，帮我们一下忙。他们说，老师帮你可以了，可是哈，中国国民党五个字没有 feel。中国国民党五个字没有 feel。甚至我在2016年要代表国民党出任不分区的时候，我在学校里面被学生的喜爱度100%降到只剩下30%。学生告诉你，老师你何苦要披蓝袍？这不符合我们对你的想象。我说你认识吗？国民党吗？不知道。反正就觉得他们很讨厌，他们反正一来就好像跟中共很什么，然后里面那些买卖讲的就是一遍，大家一天到晚骂国民党，这就是我们的风向，这就是我们的风向。所以呢，我不会 blame 这些学生，因为在这一次的疫苗当中，你可以看出年轻人的反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只要有足以说服他们的理由，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政党倾向，不是像那个基本盘遥不可变。所以国民党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告诉我们，我们没有1450，我们钱不够，没有1450。但是最重要的是，很多年轻人他可以不用为钱，他可以为理想。那我们如何让他们知道，国民党的政策、国民党的方向也是你们可以寄望的一个理想？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一天到晚骂课纲，不能一天到晚骂这些东西，它已经是继承的一个事实。所以像我们的领导阶层会非常的年轻，但是呢，百年大党太难了，有太多公公婆婆了。江启臣只要讲一句话马上就、然后呢只要一句话中常会马上就跟你、如何。甚至习近平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中常委有一半以上认为应该来写信去道贺的。那他写信道贺，你叫这些马上明年要代表国民党出来选的县市议员马上一面倒马上出来。我在党中央已经承受太多，所以我只能说光谱很大。但是从我刚刚的解析，你已经看得出来，中间选民如果国民党要拿回政权的话，你必须足有一套足以说服中间选民的，这是你可以给信任，他可以做得比民进党更好。即使民进党在很烂，但是国民党一定要拿出对策。但对我个人来说，我真的必须要讲，我们过去只有一个在党可以学习，那是民进党。可是民进党已经做得很烂了，国民党去学习他做得更烂，打仗也打不赢，骂也骂不赢。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别的方式，所以不能走过去的一个路线。那个路线是什么？你除了把话讲得更清楚，还有呢，我们不能自己没有本事靠民进党出事，对不对？虽然这是后面学的理论了，自己没本事靠别人出事，但是我们也要自立自强，这就是我们不断的大声的疾呼的。你问我统独，我只能告诉大家，中华民国宪法拿出来吧。你如果今天民进党有本事，你就改中华民国宪法啊，大家来修法嘛。
问题是宪法这样你又不肯改，那我们就遵着中华民国的宪法。现在宪法是什么？宪法民国就是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宪法里面该有的你就一一去吧，对不对？这是我们目前为止的，所以不要，我们并没有 一向就是一致的，我们只是需要把话讲得澄清得更清楚。九二或许是大家不想听，但是九二的内涵是我们认为目前为止还是可以维持两岸可以对话的最大的空间。我们是跟美国亲，智库过去国民党花了多少的精力跟智库在一起，还有包括各位，我们不可能不亲美，日本友好，中国大陆和平对话，这就是我们不会像民进党只把所有的东西压在美国跟日本，然后跟中国完全是采取仇视的态度。我们跟他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跟他还是保持一个和平对等的一个对谈，就做这个不一样，就做这个不一样，因为我们认为这才是一个和平的方式啊。所以不要告诉我们我们赞成什么什么，我们是中共同路人，我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绝对不是如此的。所以我想这就是跟大家来稍微报告过去到现在，我还是强调目前在场的每个人对国民党有非常多的期待。是的，我们非常的感谢，而且我真的非常感谢国民党在家大业大的时候你们站在我们这边，国民党现在已经不是家道中落，现在根本是家徒四壁的时候呢，你们还是站在这地方支持我，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谢。但是呢，国民党绝对是一个中道理性的政党，绝对是一个中道理性的政党，我相信一如各位的个性，一如各位的 DNA 一样。但是如何让这个中道理性面对我们现在的条件，面对我们现在对年轻人不认同我们的状况之下，这样子的一个落差，我们如何能够把它弥补，展现出更大的诚意，呈现出我们国民党更大的一个蓝图，让他说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可以被期待，这是我们未来的方向，请各位给我们更大的空间，给我们更大的时间，我们一定有办法来证明各位看。今天就先把我的 presentation 讲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谢谢。可以继续上台，你不可以下去，大家这么想看你，到底像蔡英文的部分，他现在被台湾做了好多，哎，这样很奇怪，这样，哎，各位你这样对我不对，我刚刚那阵子都没有人跟我照相，工作上没人来照相，这是怎么一回事？中国国民党要检讨啊！没有，各位贵宾啊，那个还有王大哥，各位贵宾，大家好，太卡后啊，打开后哈，我是柯老师的学生，如假包换。我大概八年前，30岁左右的时候，没有，我有讲错。我八年前呢，因为我想我要在台大退休，准备去当传道人，所以我想去念一点心理学的东西，我就去考了淡江大学心理咨商研究所。那时候我已经是台大快要退休的教授，我没有任何的特权，我跟着小毛头一起去考。笔试，结果就录取了。因为他的英文考得非常好，其他不行，英文就特别好。我补充一下，全校最高分，好吧？不好意思，明明就第二名，你为什么讲出最高分呢？那是因为口试被拉下来，因为我太嚣张了，人家那个备审资料都一叠，我只写一页。好，那柯老师是我的这个心理学的老师，那发展心理学，他教书真的教得很棒。我从他身上，我才发现我在台大教了20年的书，我简直是在鬼混，真的。好，那么话说，对。哦，我必须要说，彭文正上课除了一两次之外，他几乎每一次都到。这个上学的精神非常，而且他非常勇于分享。虽然他到最后期末考是一个笔试测验，他写的跟我所讲的完全不一样 ，OK？ 他完全用他的传播学的方法，但是我没有办法给他很低分，因为他可以胡扯鬼怪，可以扯到我的题目的缘由。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所以呢，我没有办法给他90分，但我给他一个89的分数。老师，你现在应该要反省一下，当学生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应该是老师的错。在开什么玩笑？
基本上你看看他就会强辩 ，OK， 好，继续。好，今天呢非常开心，也很荣幸能够跟大家在这个地方见面。那我除了是柯老师的学生之外，我还有一个我这一生我最骄傲的身份，就是中华民国现任总统唯一的被告，就是我。我很乐意呢有机会到处跟大家分享，可是我现在唯一不能确定的是我的法院开庭是什么时候，那我也不能太过路暴露了我的行踪，免得我答应各位的前一个礼拜或者前三天或当天就是我法院开庭的日子，所以我有机会的话还是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看刚刚看了一下这个中国国民党， 你可以看到这个柯老师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他的这个 PowerPoint 跟他的这个讲述这个事的能力是一流的啊，就如同我在课堂上真的是如沐春风。但是就是想法跟学生有点不一样。待会儿这样子啦，我觉得我还是开放 QA 啦，只要你问柯老师的事，我不管公事私事，我有事弟子服气了，我可以替他回答。我千万不要你来回答，他回答的概念都跟我完全是相反的，各位。我觉得大部分跟我方向把它变成简的，就是我的想法 ，OK？ 可以，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个地方，我非常乐意。我们其实我们刚开始对于很多国家认同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就慢慢已经趋合到一个，我们都认为民进党做得很烂，对不对？对对对，国家的认同的方向其实我们是一样的。我在国民党中常会说过，我说我们是一样的，因为我从头到尾坚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前途由台湾2300万人来决定，但是不能坐票，就是开诚布公的跟人民沟通，让人民做决定。我觉得这是现代的。当然，对对。谢谢大家。那我刚才看了这个柯老师说，大家都关心2024谁与争锋，我觉得那些名单都过去了。中国国民党最好的代表人是柯志恩，大家说对不对？你说对不对？我是说真的，不要再打老牌，打老牌打不出牌来。对，好，这种口才，你看他开始那个结结巴巴，这种口才，这种学经历，而且他看事情的深度，好了，跟广度，贴切民意。如果柯就是他了，如果柯志恩出来要出来竞选的话，我宁愿找彭文正当副手 ，OK？ 这个不是问题。然后这段他如果找了我的话，我就找。我台大的学弟黄伟哲，那柯志恩、彭文正、黄伟哲就变柯文哲，这样把柯文哲也拉进来了嘛，不错哈。所以各位只要讲到柯P哦，不是只有一个那个柯P好不好？这边有一个柯P，这边有一个彭P好不好？而且像证明女人比男人更有用，好不好？所以女柯P会比男柯P更好。真的，大家思考一下。谢谢各位，是很好的人，这些都是属于师生之间。台下的闲聊不代表本党立场 ，OK， 这完全不代表本党立场，否则又变成另外一个风暴。贵党就是没有这个勇气出来这个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贵党永远，本党永远是在这个茶壶内的风暴，斗得比谁都厉害。对外即便需要做很大的检讨，不过我还是一句话，本党是一个开大门走大路，我们非常多元的声音，任何的声音都可以进来 ，OK， 好，好，然后我可以告辞了。我也觉得我好像可以下去吃个饭了，对，谢谢大家， okay，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柯志恩博士，也谢谢彭文正博士。你看看，今天是新闻大白话跟震惊关不了同时播出。嘿，柯博士还有那个彭博士，非常非常高兴见到你们两位，你们都是我非常喜爱的那个台湾的政治人物。那柯博士，我想请问你哦，我是自己是大概一年多前因为韩国瑜加入国民党的。OK， 所以我是新的那个党员。那我要请问你，我自己个人觉得，国民党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OK， 好，第二个就是两岸论述还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说法，让台湾人能够接受。您能不能就这两个问题来说明一下？那请您回答这些，我要跟那个彭文博士讲说，我是台大毕业，也是政大毕业的，我是念新闻的。然后呢，我是您长久的 member， 政经关不了的 member。 好，柯博士请您回答。好，非常谢谢，我想
刚刚特别提到说国民党需要强而有力的人士哦，我想这样的一个期望可能怕要让你落空的，因为目前为止过去跟现在啊，除了韩国瑜完之后，还是后韩国瑜时代，我个人认为啊，未来十年包括民进党不太可能有一个足以有足够的政治魅力的人可以来统挡这个全党啊，包括国民党、民进党都是一样，所以它应该是一个透过一个比较集体性的一个方式，创造一个集体的一个形象，才有办法提升国民党的一个形势啊。所以韩国瑜之后应该不会再有目前我所知道的这个层面。然后有关于两岸的论述方面也的确，但是我必须要承认，国民党在两岸的论述上面，虽然我们的主轴是完全一致，就是遵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过去里面大家各自来做一个表述，但是这样的部分也是受到目前选民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希望能够用一个更能够让选民接受的语言来告诉他，国民党绝对没有舔共，国民党也绝对不是中共同路人，国民党所追求的正如我们过去创党的，各位，中华民国是国民党创造的，那时候就是很清楚。我每次到任何地方去，每个人都说国民党现在是什么？国民党就是民用、民治、民享，追求民主自由，这是一项的一个原则啊，是很多人完全已经忘记的。所以在民有、民治，就是民主政治之下面，以这样的利基的基础点来跟中国大陆做一个所谓的沟通。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地方角度，如果中国大陆哪一天不会变得民主制度，我们是不可能是跟他走在同一条线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底线嘛。那我觉得这也是反映出目前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态度，我想民主之下面，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在不断的去的。那的确是要在这个跟红的这个部分里面，在对于台湾的选民而言的话，这个是国民党未来在论述上面一定要不断去做一些澄清的。谢谢。好。你要论述吗 ？OK， 好了，那我们就下一个。柯博士您好，彭教授您好，我也跟您说一下，彭教授，我也是经常在关注您的政经观后聊。那我这边是我不能说我有问题，我只能说我有一些建议，就是说我刚才听柯博士您一直在说，现在年轻人普遍的去支持绿营或支持民进党，然后您也说到课纲这些东西不应该被怪罪，这我了解，而且我也一直说国民党舔共这东西，或者说像这样的东西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从林登辉时代就有人一直在说这种东西。那问题是国民党在这几十几二十年来有没有什么应对的方式，从招募支持者，或者是说论述，或者是说在网络空间及社区上面进行中和反制，或者是这些有没有相关的东西。第二个还有您刚刚讲到心理的这个东西，我稍微补充一下，因为我本身是学心理治疗的，那个东西就叫什么呢，利用群体的四个魔症候群，很简单，就是你逃不了，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说 a lot of pain a little love， 让你没有疫苗，然后我就给你一点点，然后你就感激我，因为你跑不掉，因为你外面完全都不知道。但是遇到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有没有办法应付，我觉得是有的。国民党的中常会有没有一些顾问是有关于比如说懂得那种情报比方说懂得情报分析的，或者是懂得心理学的，像那个就是有那个 clinical psychologist 这样资格的人，然后从事过这种讯息战，是有经验的。我不是说那种1450那种，我是说像俄罗斯 IRA 那种等级的，有过这些东西、有这些经验的人，然后在国民党的工常会跟这些人有这互动，然后给他们提供一些咨询。必要的时候也能够给我们支持的一点的一些鼓励或者一些支持，比如说我们要在社区上面去招募支持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手册或者是一些 guideline 可以去依据的，而不是说完全就是说民有民治民享，我们绝对不会舔共九二共识，很多人连九二共识有四条就只知道一条而已，就是对，那有没有一些相关系统性的这些东西，然后招募支持者，还有在网络空间上面跟社区里面中和压制这些抹黑言论，我是这么说 ，OK。那我希望说，如果说柯博士您能够回答就回答，您不能回答的话就给您做个参考，谢谢。
OK， 我当然可以回答，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做简短，那等下文正可以来提出。其实你刚所提到国民党百年政党，他这么多执政的经验，你刚讲那个人才绝对会是有，而且你说目前为止国民党在目前很多的风向，还有对很多讯息立即的回应，我们都有也有，不管是我们的文传会跟过去比起来更快速，但是你不要忘记，很多时候大家不知道，不代表国民党没有做，而且呢，整个的媒体的一个生态。目前大概只有 TVBS 或者是东森稍微有一些可以对一些国民党的一些做法会做一个立即性的一个报道，大部分的时候你会觉得国民党做的很多的声音是被 block 掉的，所以不代表没有去做、哦、所以这个东西我第一是要提出，那这也是我们要面临很大的一个突破。那你说有没有一些 guideline， 我觉得目前为止要招募选民、哦、不会是用一些所谓的手册，因为选民的讯息太多样了，你光是一个 guideline， 你光是一个讯息出来，马上另外一个讯息马上就压过去了。我觉得这应该还是一个长期或者是立即里面给大家一个营造一个更好的一个形象，或者是一个更好的讯息给予。我觉得是目前来说，国民党可能在这一方面要做一个更快的一个反制。那我们都吸收到这样的一个声音，未来也会在这地方做继续的一个强化。那人才就是如何让他的声音能够出来，不是没有，让他的声音能够出来，我觉得这是我们 当下最需要的一个目标吧。好，文正你有没有有关于对于媒体这部分好不好做一点补充，然后剩下部分我们是不是一起综合大家一起来，这样会时间上会比较来的节省一些。好，谢谢。谢谢。我觉得我对台湾社会有一个很深的反省，是我个人的认错。在过去十多年来，我曾经站在街头，在学界，在媒体，在论坛，大声疾呼要党政军退出媒体，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党政军退出媒体的结果是让民进党把退出的空隙滚挖旁体整个占走，这是我始料未及的。那以前我认为台湾不能只有一个政党，所以我曾经大声的疾呼国民党没得台湾没好，国民党某动腿蛮为红，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当一党独大的场面被打破之后，竟然换来另外一个更一党独大的政党，把所有的党政军特加网络全部霸占。所以，我带了一点忏悔，走上了 YouTuber 这条路。那各位可能以前不见得看我的节目，或者看我的节目家里电视砸了好几台，不过如果仔细看我的节目，各位应该会知道我对有些价值的追求是没有改变的。我在2016年的4月21号，我看到了两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情，是因为我进到民事的第一天发生了赵峰案。我觉得这个政府怎么可以这样把57亿人民的纳税钱用10分钟就认签了，然后封锁10年，封锁到2026年。我后来看到民进党党内初选，蔡英文用作弊的手法把自己的抽样清册交给5家民意调查公司去抽样，那这抽样全部都你的人嘛，这就跟周星驰讲的求证旁证都是你的人，怎么跟我斗？结果从20几个百分点的落后拉到打败了赖清德，我觉得台湾的民主被彻底的摧毁。所以我在2016年的4月21号在我的脸书上痛批蔡英文陈局，我说你们没有资格跟我谈新闻伦理，你们连做人的资格都不配跟我谈，我彻底瞧不起你们，我叫你把你的黑手拿开媒体。结果我的节目当天就被拦腰斩断，所以我就走上了我街头艺人的人生。那我认为坚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国民党要赢回选票，国民党在立法院有38个委员嘛，对不对？那大家对很多议案都有表达很多意见，但是我觉得欠缺坚持，就是38个委员每个人认一个法案，或者2个委员认一个法案，从头追到底，没有答案绝不放弃。就跟我追政经，这个政经关不了，我追蔡英文的论文一样，我追了720天，没有一天放弃过。如果国民党，我觉得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如果把认捐的法案两个人一组追到底，不管是莱猪也好，美牛也好，疫苗也好，绝对不要因为时间过去了就淡忘了，不要像放烟火一样就一路追到底，然后为了台湾的公平正义绝不妥协，我觉得国民党会感动人民。谢谢大家。问对不对？对对，因为怕你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想我们在座的先四位嘛，一起问，好不好？一起问完了以后呢，简短的问题，他们交互的回答。题目啊，我觉得科户秘书长，然后洪先生，谢谢你们来这边，让我们得到很新的资料。可是您分析的。Absolutely right, OK? 你的 audience 就是他这个 young people come up, have no social experience, no background, no history. 所以你怎么样 craft 一个 very simple message? 不是讲没有名字冥想，他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然后什么东西可以跟他切身有关，讲出来以后他觉得你是关心他的。这样子他才会跟你共振，共振完了以后才会选你。如果不能做到这一步的话就没有了。好，我姓华，黄伟平，我不是党员，我很高兴我有博士，在座都有博士，我同时是客家人，跟彭博士一样。我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杜主席讲得非常精彩，但是我做台湾呢，这个民进党执政啊，做了一些事情啊，就是罄竹难书的，不是没就讲。我想问你太多，我针对一个问题，就是蔡英文的博士论文的问题。国民党彭教授打这么辛苦，每天我都看 ，OK？ 那国民党是在去年12月9号，中常委邀请他去了，我也都看，之后好像没什么动作。我想就是说你们两个是在场怎么样合作，因为我认为啊，今天要把蔡文拉下来，我一个方法就是论文的事情，其他党拉不下来，就是我是唯一希望如果国民党能够尽力，当初马英九立卡事情，你想民进党全场都出现借藏品啊，什么马英九这个多做点心，在这个偷报的事情都把它抖出来，根本没这事情 ，OK？ 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在做，回去或怎么样，科副主席，拜托，你们国民党要有 guts， 打，我支持你。另外哈，因为我这个是针对是彭博士讲的 ，OK？ 我一个好朋友，我不要讲名字，这个好朋友呢，曾经当过中央社的社长。OK， 那彭博士前阵子呢，就讲蔡英文打疫苗什么事情的，就是他发个那油。他说啊，台湾司法机关已展开对彭文正谣言的调查了。其实小英总统对彭不错，第一任就职还请他担任国宴司仪，但彭不但不感恩，还反谣做人不应如此。而今彭在台已边缘化。只能每天孤单单骂人。这是我朋友，当过中央社社长，我不晓得名字，先对你批评 ，OK？ 以上请指教，谢谢。我叫郑基生，我这个在这里我有提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常常在家里，因为我家里有六个成年人，我两个儿子，还有媳妇，这个孙子。他们都已经成年，30几岁、70几岁，都同我住在一起。我喜欢大家庭的生活。我常常在这里讲，我这真正搞垮蔡英文的，不是国民党，是彭文正这个议员，看看对不对？将来你们做个见证人。第二件事情，我们蒋老总统蒋中正，我是蒋中正的信徒，也是国民党的老党员。我们蒋委员长常常讲，他说忠信以人才为本，
我在这里请问两位，两位都给我推荐一个人，现在台湾台面上可以中心的有哪一个人，希望你们俩在台上每个人推荐一个人，讲一个人，还有讲他的为什么他是人才，可以中心把他的理由讲出来，谢谢谢谢。哎，两位好，客套话不说，只有一个简单问题，国民党如何用最务实的方法去争取年轻人的心，以便将来争取胜利选举，谢谢。我想时间的关系呢，我们问题就到此，不过刚刚政大的有一位学长想请问我们副秘书长有关国民党的事情，他叫我代理问一下，就是国民党现在每个月开销要3000万，对吧？不管3000万还是5000万，那除了主席去筹，这些钱完全是靠主席去筹吗？还有什么？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国民党这个经费到底怎么样能够维持，不管借不管怎么样，是怎么样的维持这个金额的，好吧？这是帮他们问的。好，像我们今天的问题就请他们两个人自由这个随便谁来回答，好不好？刚都已经提到那国民党很大的希望在彭文正身上，彭文正来先回答吧。正副总统的入党申请书给你一份。正副总统的搭档候选人，那当然是郑总统先上，哈，对不对？先讲，我们请这个。那个，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参加过演讲比赛，通常都知道最后的那个结辩啊，会大家印象深刻的。哇，这个人完全就是好，来，没关系，那个有功力的，不管谁先讲谁后讲，都他有办法说服大家的啊。第一个先回答有关于国民党的这个经费的问题啊，国民党大概每个月有关于人事的成本，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我们就几乎党产全部被冻结100%。而且呢，党产绝对是国民党的提款机，所以我今天慎重告诉各位，国民党真的，即使有上亿的都被冻结，而且只要民进党执政，我们也不可能。而且国民党现在已经确定要把这个党产全部捐出去，当欠党工的钱，我们想办法来把它弥补。那2500万是正确数字，应该是2350万一个月。除了党主席的，因为每个人都有额度嘛，还有包括我们现在有中常委，他们要来选的时候，大概都是中常委登记会多少钱等等。但我们最大的一个补助是来自于我们政党票。大家刚刚特别看到了，我们刚刚的政党票在我们过去所获取500多万的选票当中，我们大概可以获得4亿，民进党大概有7亿，我们有4亿，然后把它平均分摊，我们只有几个月的时候需要靠党主席去外面募款，那政党票的钱的补助款进来之后，可以稍微弥补这个国民党未来在这个过程。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党工的支付的费用目前是很 OK 的，但是在不足的时候才需要动用一些所谓募款，所以提供给大家知道。那不是只有国民党，民进党还有包括时代力量，包括民众党，民众党不要看那么小骨骼，可是他们也都可以达到6000-7000万一年，6000-7000万的这样一个政党补助款，这是可能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第二个，每个人都不断地提到有关于国民党在，当然我刚刚说民有民治民享是有一点来唤醒大家注意，我绝对不会讲民有民治民享这六个字给年轻人听，他们连三民主义喊哪三民他们都不知道，因为他们对于这个，他们连国歌有办法从头唱到尾，你就给他拍拍手了。那这就是他们，因为现在他早上已经不唱国歌了，但是呢，因为是不管是如何，不管是民进党所追求的，他们希望可能是类独立或等等之类的，现在都有一个共同，就是拿中华民国，就是千天百日满地红，他们还愿意拿来，年轻人还愿意拿这个国旗，但是那个背后的故事几乎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当然会用更接地气的方式，像我跟我的学生在提到的时候呢，特别在透过很多的方式，我基本上很少跟他们谈政治，如果要跟他们谈政治的话，你从他们的心态，还有包括他们现在找工作没有办法找的工作过程当中，你愿不愿意出去再去看一看，出去走一走，然后分析美国要进来的方式，中国大陆、日本、新加坡等等，我们又透过他们未来的前景，那以目前台湾的能量，除了有护国神山之外，我们台湾目前所需要的，再加上
我们过去跟中国大陆的顺差是多少，跟美国的顺差是多少，这一比对，然后呢用数据来告诉他们，马总统时代我们跟大陆的依存度是 39%， 蔡英文时代对不起现在是 43.8%， 那39你那时候骂马英九全部都是在卖台，那你 43.8 你怎么能告诉我你不靠中国大陆，那当然他们马上给你凹回来，中国大陆需要靠台湾，对不对，他们需要靠台湾更多，但你当然你还可以用更多的数据来告诉他们，你告诉我你现在有这么多，还有包括你告诉我说我们台湾未来年轻人你就认为我们要为台湾独立而战，但你请问我们现在的能源没有核，没有积载电力的核四，你光是用天然气占50%，你只要 block 10天，我们没有能源，你怎么办？如果你要追求战场台湾独立，募兵、征兵制3年2年，你就应该先启发，以色列才有办法。台湾现在只上4个月，你如何来告诉我你可以愿意上场打仗？一一解释来反问他们，这是我跟他们对话的方法。对不对？你看他们对话的方法，每个人说我愿意上战场，我愿意把我的手背给国产疫苗，就现在的每个人全部都是跑去打 IZ， 当然包括本党的也有了，但是呢还有很多，所以这个东西讲跟实际的动作当中，我还是认为跟年轻人当中用很多的数据，用他们所熟悉，用他们的未来来让他们清楚，我想这会是我们未来的目标。我还是再强调一句，国民党跟年轻人的距离不应该比中国大陆还要更遥远，这算是国民党未来很重要的。而且我们的速度很快，我们跟着比过去做得更好，但是呢就像彭文正刚刚所提到的，他也不过在4月当中稍微对于现在执政党做是一些他认为应该反制应该真理上面所不容的事情，他的下场会是这个样子。好了，你下场也不错了，你看这么多国民党人给你这么多温暖，好不好，也还是不错。但是呢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现在的政党对于言论的一个钳制，所以这是我们要突破的。罗志强有他的野台，但是对不起，他的流量马上被限制，这都是我们面临的难关。所以当大家不断的告诉你国民党现在为什么出不去，年轻人为什么不出去，你们要知道我们前面在本台湾本岛里面所面对的那种非常强压性强制性的东西，不是国民党不做，而是我们在夹缝当中我们怎么样来放大。而且我也绝对同意啊，就像刚刚彭文生所提到的，我们的立法委员他们是在场的最大的一个舞台，那我们很可惜我们现在很多的立法院里面每个人都会是顾好自己的选民，但是我们对于中间选民那一块如何能够说服大家我们是一个拥有 persistence， 这对很多地方选举派系的政治人物来说蓝绿都一样，他们知道每天从早到晚这个装脚顾好等等之类，他是停留在这个状况，如何展现一个很不一样，这绝对是我们未来努力的目标。你们的声音我都听到了，然后我们也会在这个地方持续的坚持下去努力下去，然后还是要告诉大家，彭文正虽然是彭国民党很好的，但是他绝对不是救国民党的唯一人物，好不好？各位对吧？狄更斯在《双城记》有句话说，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我觉得对国民党而言此刻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我认为国民党是有机会的。在我去年年底踏进了中国国民党的中常会的时候，我感觉到整个国民党的中常会的结构跟人完全不一样，这跟我20-30年前高喊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的时候，我心里中留下的那个图像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党在我看到的是接地气的，是草根的，是谦虚的，看不到那种前呼后拥黑头车然后西装笔挺的。我觉得国民党变了。那我在看江主席还有我的老师，我仔细的观察他们最近的一些看法跟言论，我认为国民党现在缺的不是论述，缺的是策略，怎么样用策略能够找回中间选民。但是我觉得上天给了国民党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这一次的疫情让台湾人，我觉得绝大部分人醒了，绝大部分的了解这个政局到底是怎么回事，民进党这个政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可是我一直觉得国民党有一个铁板一直踢了几十年，就是被标签
就是被抹红。可是我也不得不提醒国民党，有的时候是你们自己把自己抹红了，所以这个也是国民党的历史包袱。我一直觉得两岸的问题不操在人的手里，包括了柏林围墙的倒塌，包括苏联的解体，包括了欧盟的形成，欧盟的劣迹，这都在上帝的作为，这不是人可以成就的事。那不管今天民进党或者是国民党，其实都是喊假的。那我认为其实双方可以有一个和解的机会，我的意思是说蓝或绿的选民有一个和解的机会，就是寻求一个最大的共识，把台湾的前途交给台湾人民做决定。至于什么时候做决定或做什么决定，我觉得台湾人民是理性的，台湾人民没有要反攻大陆，也没有要台湾独立，我觉得他们在思考在什么时机用什么方式可以让台湾守住最善良的风景，最好的价值，我觉得这才是台湾人民共同所追求的。我觉得国民党有机会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从来没有一刻像现在，上天给国民党这么多的机会，掉下了满地的枪。所以我觉得海外的朋友们应该再一次团结。各位其实去想想看，绿营的支持者他们在过去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时候在海外是如何的团结，他们如何的同声一气。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与其说我们是找回蓝营的选民，不如说找回台湾的价值。我觉得此其实也，大家一起努力。政经关不了，是个无党无派的节目，我们一直为台湾的公益奋斗，而且我们关不了。谢谢大家。问题都回答了。我的问题郑大哥刚刚讲的说，两位可不可以各举一个在台湾台面上具有诚信正义的人，对不对？不是，忠心以人才为本。忠心。现在哦，忠信。在我们台湾台面上，希望每一位你们两位，每个人举荐一个人，谁能够是个忠心人才？人才，假如没有人才，我们谈什么都是假的。忠心以人才为本。我们现在在台湾，谁能够忠心？希望他选不选的那个总统，那个我们不要管。推荐一个人，你们认为在你们心目中，谁是个忠心人才？包括民进党的，包括现在苏金昌，假如他能，蔡英文假如还是个忠心人才，也可以推荐，讲讲他。郑大哥不包括海外啊。海外你中国两个人不包括。还是郑大哥聊天。所以只讲在台湾，我们就不包括了。这个问题很为难中国国民党的副秘书长，你让他怎么讲？讲了明天上报，对不对？我替他回答了。我替他回答，我是他的那个有事弟子福奇老。我觉得民进党现在剩下两张牌，一个是赖清德，一个是陈建仁。蔡英文无所不用其极的推陈建仁，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死都不要让赖清德有说话的机会。赖清德现在是真正的深宫怨妇，我觉得他每天进到总统府，连喝的水他都心惊胆跳。那他还有没有市场，我不确定。但是蔡英文的口袋人选就是陈建仁，各位看看我的预言准不准。蓝营的部分呢，我觉得有点可惜，就是说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台面上的人呢有点像京都念慈庵川贝枇杷膏，就是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品牌，没有人不知道喉咙不舒服要吃京都念慈庵川贝枇杷膏。可是没事你会去买川贝枇杷膏来吃吗？不会。以前你没有买过的人你会去买吗？也不会。这有点这个困境。那么有什么新锐呢？我觉得要几个条件。第一个，台湾人还是很重视门面，那 男的要帅，女的要美，像基本条件差不多 像这样可以。那第二个，我觉得还是东方人亚洲人啊，还是很重视学历。
所以能够有一个真博士，这很重要。那么最好呢，不要穿西装、穿皮鞋的那种。我觉得这些条件可以，大家可以替台湾敛财了。那么，刚刚很多人要问我论文们，我论文们的答案只有两个字：假的。就这样，论文假的啊。那接下来就要等什么时候号角响起，我们会尽全部的努力。我们在英国的官司在进行当中，8月5号会是英国行政法院的另外一个判决。那现在最新的消息是，我相信英国已经很清楚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我简单的讲，今天如果蔡英文的论文跟学位是真的，如果你是当事人，我就立刻签个授权书给那个天天骂我骂了730天的彭文正。 I authorize Dennis Peng， 你去向那个英国伦敦政治医学，或者是去向国际间有一个组织专门在做这个学历认证的，但他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本人同意。如果本人写了授权书，你就可以跟这个单位去认证。我干嘛花730天，一会儿拿这个一会儿拿这个，然后被踢爆。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出来，他的学历100%是假的。我为了这个去坐牢，我在所不辞，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操纵在中华民国的法院手中，连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长都变表姐夫在当了。我知道这场仗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大卫跟歌利亚在圣经的故事告诉我，在人凡事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有我的信仰，我有我的坚持。这个国民党，我觉得坚持下去，选民会看到你们的不一样。谢谢大家。谢谢文正啊，不管他的官司进入到如何哈，我绝对保证，身为他的老师，他万一被送进牢，我一定会去送他，好不好？而且会持续关注他。但是我不觉得会有这样的一天了。我觉得台湾即使是到这个部分，会用所有的一个部分来做一些的压榨，但是站在真理的这一方的，我想民进党还不至于这么胆大妄为的会去做。如果真的有一天，那真的是应该是集体来对抗。但是我也觉得，彭文正虽然追的论文这么多，蓝营很多大家也都非常的关切啊，但是呢，台湾你知道就是非常多的讯息，这个东西如果当你没有其他的部分里面，你会发现大家可能会专注在这个地方。过去大家会专注在论文的真假，可是慢慢的只要有一件事情彭文正达到一个点，马上就会有一个国内事件，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些事件里面又可以把这件事给转换了，然后大家又开始在讨论。而且你看到很多绿营的媒体是一条边的，他已经在自由时报先报，然后呢接下来或者在一些的网络新闻里面先到，然后现在晚上的新闻就跟着追，然后呢一些的名嘴就开始拿一个很错误的前提，然后不断的在做这个讨论，然后很多的群众看到了就开始不断，然后他们整个网络上就开始带风向来去做，这就是一条龙的方式。所以我们就是发现说，当你的媒体是这样做一个操作的时候，我们深知他们的操作的方法，只是如何能够来反制。那我想这个东西，我赞同彭文正刚所提到的，其实他真的不是什么 guideline， 他真的也不是说一个什么样的中心人才，不是那个单一的独立的人，而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累积。人民真的需要时间，他会看清楚。就像这一次的疫情，疫苗不到，不进口 BNT， 18岁以下的孩子没有办法打，这些对所有的家长而言都会是一个。然后当台湾的整个的这个所谓的经济，当年轻人真的已经不能透过意义，然后呢让他们已经持续很久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才会有办法来开始去思考。所以各位，就像你们经验一样，你们走过这么多，你们很希望节省经验，让你的孩子可以不要走你们错误的路，但对不起，你的孩子就是要一步一步走上你当初所预期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才经历过，才知道你是对的。我们都会是这样子，所以你们不可能告诉他们这些会提到最后一步，只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告诫，我们不断的有很多的坚持，会让他们可能需要10年的时间变成2年，但这2年这3年还是必须要付出的。我们就是让大家让这个时间点可以让它更缩短，让大家能够看得更清楚。那当然国民党也要有争气，不管在过去的一些方式，在论述的方法，还有最重要的在弊案的揭发，还有对很多事情的追求，重点就是真的要非常认真的维持中道理性，帮台湾人民的福祉高于政治之上。你能够说服大家，
国民党再重新执政才有办法再继续。如果再拿过去那些方法，对不起，人民不管是民或是国，不断的是在滚动了。我觉得以人民为大，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未来最大的一个重道。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是来站起来。哎，可不可以等一下？对不起，对不起，等一下，我因为有很多人关心一个问题了，请我一定要帮忙问，而且希望你们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回答这个问题，简单就好。就说韩国瑜的现况跟他的未来在国民党，或者说不管在国民党或他政治的发展，他的影响力、他的动向是否还有存在，还有这可能性？我想从国民党的立场，或从非国民党的立场，两个人简单讲一下好不好？为什么要问这个？因为我们这一场之前就是韩国瑜在这，两年前，我们是继韩国瑜之后再来，还好场面没有太难看，虽然少了好，大概只是十分之一，少两个零哦，这是我们该努力的。我想韩国瑜的确是在国民党，因为我们都跟他不管是公开或是私下，我们都非常的熟。他个人绝对是一个非常值得交的一个朋友，这个绝对是可以打包票来，非常的温暖的人。但是我必须要是说，韩市长他在当初一选上这个高雄市长，我们都还是认为，直到现在还是认为这么快时间宣布总统的大选，这不管对他个人在没有完全准备好的状况，即使那时候名气可用的状况之下面，这的确是让国民党后来260万票选输，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当然他目前为止他所站出来的一个能量，包括每次一抛出来6万10万，还有他所有的言行里面，大家都还是帮当他是一个可敬的一个对手。那私下问过韩国瑜，真的要跟大家特别说，他会不会出来选国民党的党主席？韩国瑜真的很真实的告诉我，他觉得他出来会带给党内同志太大的困扰，这点我可以完全打包票，就是韩国瑜如实的告诉我，他觉得会带给党员同志非常多的困扰，因为呢，他出来所有的箭靶会在他身上，有的好的、不好的，有的没有的，全部以一条龙的方式，会用铺天盖地的方法来全部在他自己的身上。那他在他身上中以背负这么多来代表国民党的党主席去帮他所有的党员同志来竞选的时候，那个是非常两极的。我随便举个例子，蒋完如果要选台北市长，台北市有很多人号称为知识蓝，他已经在被这么多韩国瑜这边抹黑到这种程度下，韩国瑜是站台对蒋万安而言是利还是弊，你不知道，这是一个现实，不是像这样子的部分。所以韩国瑜他会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他会认为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个沉潜，做更多的公益，然后呢再看看未来整个的局势，因为台湾的局势变化莫测，未来局势之后，我想他会在未来可能很快时间，在明年或等等之类的会做出他的选择。但是对于国民党党主席在10月要登场这个党主席，我个人认为韩市长应该 pass 这一局。但是未来国民党的一个发展，我想他还是有他的自己的角色存在，只是用什么方法再一次出来，我想他经过澄清之后会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一个答案。 yeah, 谢谢谢谢。韩国瑜认识他最早的人，在座应该没有人比我更早。我在21岁的时候，我跟他就很熟，我还到过他家。那他就像一个大哥一样，很照顾我们，因为他的年纪比我们大一点。那时候我们是一个跨校的活动，我代表台大，他代表东吴。那其后就有一些还不错的这个，就是我们都有互动。后来我出国回来就比较没有联系。那么在这之前，他在卖水果的时候我们见了一面，啊，那时候我在主持节目，然后他就是个很热情的人，因为那时候他在卖水果嘛，连卖水果都有事，我就知道这个人绝非池中之物啊。那我打电话跟他讲，我写了个简讯给他，我讲说，我说哎，韩大哥，我的节目有没有荣幸邀请你上节目？他这个人就是他的本性，他说他怎么回我简讯，我还在手上，文正啊，我收到你的简讯我热血沸腾啊。他就是这么热情的一个人，然后也很讲义气，虽然他知道来民视的节目他多少还被 K 一下，他还是来。那后来呢，我们两个约一个时间，我们约在福华，他后来找了我一个我们中间的很好朋友，那我那个好朋友是中国药学院毕业的医生，那我常常跟这个人联络他，所以他就找了韩国瑜就串了我们在一起。那我常常跟这个我这个朋友啊，这个曾医师，我常常问他，哎，曾医师你最近好吗？
我的同学多嚣张，他说没有，我最近都在开运钞车，因为他开了很多诊所啊，他的任务，他说我很久已经没有在职业，我在开运钞车啊。那我这开运钞车的朋友呢，就把我跟韩国瑜啊，我们就很多年没见面，就约在一起。那天是我见到韩国瑜这一生当中哦最沉默的一次，其他时候我跟他坐在一起，任何场合都他讲话，我没有机会，我就抄笔记的份。因为那天我毛起来告诉他，20多年我们没见面，我都在做些什么。我跟他传福音，我告诉他我这一生当中如何被上帝改变，把他听得这样子，两个眼睛这样迷离的看着我。好，那后来他就突然就登大位，然后就一下就很红很红。那在那后面我就没有再跟他联络了，因为我觉得，老朋友是这样，需要的时候我出面。那当大家都簇拥你的时候，就没差我一个。反正我们20几岁就认识。好，这么一路走来，那大概3个多月前，我们还见了一次面。啊，我们在一个地方就吃饭，就我们就几个人啊。那么我一直劝他，我说我知道你伤得很深呐，我看了很不忍。但是我觉得，咱们到这个年纪了，我们不求什么，我们出来做点事。我觉得我常跟。我私下跟我孩子讲，我说我是人生现在最后的一个任务，就是我要当肥料，就是灌溉你们，这是我人生最后的一个目标。那我觉得我跟韩国瑜讲，我觉得他真的伤得很深，我可以知道，你看他从他真的是被这样抹黑、抹红、抹黄，简直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太过分了。所以，而且包括国民党党内都是万箭齐发，所以他真的是伤得很深。那我有最后我有跟韩国瑜说，我说你只有一样事情不如我，就是当我跨出公共领域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情你没有做，我把犀牛皮移植到我的脸上，你没做。我说当你看破荣辱的时候，就站出来为你的理念做事，因为圣经上说我们所顾念的是看不见的，不是看得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短暂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我觉得我的那一番话多少有改变他，有给他一点想法。我说韩大哥你要再出来，不要就此就灰心丧志。他有点点头，那是我最近跟他的一个近况。谢谢大家。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柯志恩博士跟我们分享了这么精彩的一个演说啊。那当然我们也非常谢谢彭文正博士也跟我们分享了他一些最近的历程。最后我要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参与，才有我们今天的三位，谢谢大家，谢谢。